是一小英雄。巨型飞臂侠，呼叫格瑞，我是康诺，完毕。啊，我的对讲机到哪儿去了？耶，真恶心。呼叫格瑞。哦，在这里，谢谢你了。嘿，康诺，哦，不，等等，我是说收到，康诺，完毕。嘿，格瑞，你在干什么？打扫房间，但稍微有点乱。如果我不打扫干净，我妈妈明天就不让我去看游行了。游行活动一定会非常棒，我猜你肯定很想看蜥蜴花车。是的，那可是我的最爱。那你最好打扫干净，我跟艾玛亚要去总部了，以防有坏人在晚上出来毁掉游行活动。你们要去总部不带我吗？这怎么行？但是你房间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我晚点再回来收拾这里。我还想拍几张游行的照片呢。相机一定在总部，看来我这里是找不到了。好的，睡衣小英雄，我们出发吧，庆祝黑夜，拯救世界。每当夜幕降临城市，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便严阵以待，他们将无所畏惧地打击罪恶。艾玛亚变身为猫头鹰女，格瑞变身为飞臂侠，康诺变身为猫小子，圣衣混乱。飞臂侠，这里就跟你的房间一样乱，你说过要打扫干净的。没错，我会打扫干净的。晚一点。这是罗密欧的变臭装置，而这是他的缩小器，你要把它们放到安全的地方才行。没错，这我知道，但是没关系的，你打扫时我们会随时关注游行的情况。不要玩罗密欧的那些小玩意儿哦。好的。但是如果我用这个缩小器来打扫的话，应该就不算玩了。我是罗密欧，一旦我打扫了我的房间，我可以掌控整个世界了。呵呵呵呵呵。我真想知道这个按钮是干什么的。我的天哪，我变成巨型飞臂侠了，真棒！嗨，伙伴们！飞臂侠，谁把你变成这样的？我可能是被罗密欧的缩小器给击中了，但是我没有变小，反而是变大了。不要担心，我们会让你恢复正常的。不要，变成巨型飞臂侠，这感觉棒极了！我会阻止任何人去破坏游行的，我巨大无比。游行有麻烦了。月之女，来坐我的猫车。飞臂侠需要一步，而对于巨型飞臂侠来说，只需要这样一跳。这游行将会是我的，飞蛾们，我们要把这些花车偷走，我会成为游行女王。现在为我欢呼吧，飞蛾们。我可以更快地送你们到游行操场。什么？很不错的入场，大好人们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我是巨型飞臂侠，特意来这儿阻止你偷花车，尤其是那辆蜥蜴花车，那是我的最爱。你休想！等我偷走他们后，我就会在街道上进行月之女游行，吵醒每个人。抓住他，飞蛾们！砰！你们这些家伙真是一点忙都帮不上。月光飞船！飞蛾们，带上剩下的花车，跟我走。快点啊！
了，快拖走！你们根本就没有集中注意力嘛！不能让他吵醒大家，让别人看到他。不过别担心，我有个主意。等等，我也有，而且我的更大。飞壁侠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把垃圾箱变大。如果我把垃圾箱变大了，就能够完美装下月之女和她的飞蛾们了。不用担心，我晚点再来处理。我现在要把这个垃圾箱变得更大一些。小心！这个巨型睡衣小英雄刚刚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。等等，我有了巨型飞蛾，谁还需要什么月光飞船？这个变大器是我的了，都是我的。只要我把飞蛾们都变大了，我就能偷走所有花车了。哈哈，不过还有一件事，待会儿见了，小短腿。你现在又重新变回一个小小的家伙了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把变大器拿回来，然后再帮我变大。不行，飞壁侠，我们要先对付你弄出来的巨型飞蛾才行。好吧，听你的。猫头鹰女，我们去月之女那儿拿变大器，你就负责吸引飞蛾们，把飞蛾们带到飞壁侠那儿，他会把它们变小。干得好，巨型飞蛾们，很好。嘿，飞蛾们，你们肯定抓不到我。什么？不要，快点给我回来！超级猫速。我拿走了，谢谢。记住了，飞壁侠，当猫头鹰女带飞蛾们飞过时，就把它们变小。遵命，猫小子。很好，我要去阻止月之女了。哇哦！嘿，我想到了一个主意，可以让猫小子的点子更有效。不要再这样了。我的天哪！飞壁侠，你还好吗？飞壁侠，还好。看起来我赢了，讨厌的家伙们，游行是属于我的，都是我的。我们要把飞蛾们变小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都怪我，又把变大器给弄丢了。变大器在那儿。现在我们要怎么做？哦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很抱歉，我留下一堆烂摊子，却不去解决。等等，睡衣小英雄快上场了！嘎嘎嘎嘎嘎！小心啊，飞壁侠，不要再做什么刺激他的事了。我正好就是想要去刺激他一下。嘿，这里，小鸟。耶，咔咔！猫小子，我们去追月之女吧，干得漂亮，飞壁侠。我应该把这些都打扫干净的。超级大力金刚手，你觉得这是个游戏？好想你啊，猫小子和猫头鹰女需要帮助，你给了我一个好点子。飞蛾们都变小了。我没法偷走所有花车了，但我还是要带走你最爱的这辆，讨厌的家伙，月光飞船。这次你逃不了了，月之女。以为几个易拉罐就可以阻止我？我一定要把你的脑袋也给变小。
超级大力金刚手。嘿嘿，干得好，飞壁侠！但是我们怎么把那只巨型鸟给弄回来呢？好了，大家都恢复正常了，现在该把它放回总部了，然后再收拾我其他烂摊子。睡衣小英雄，一起欢呼吧！因为在黑夜，我们拯救了世界。哇，这里看起来真干净，我花了很长时间呢，现在都打扫干净了，我准备好游行了。趴下。哦，至少莱昂内尔找到了相机。直上云霄，猫头鹰女，我等不及要看一会儿的空中翻跟斗了，到时候会有一个热气球，还有很多的老式飞机，一起在空中翱翔，就像我一样。嘿，飞机都在哪里呀？我不知道，他们昨天晚上还在这里的，但是早上就不见了。活动只能取消了，真的很抱歉。真是太糟糕了，谁会偷这么多的飞机呢？你们快来，你们看这一串小小的脚印，这些是忍者们留下的。夜幕忍者犯了一个大错误，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没人能飞得比我更快。睡衣小英雄，我们出发吧，进入黑夜，拯救世界。每当夜幕降临城市，一支英雄组成的队伍便严阵以待，他们将无所畏惧地打击罪恶。艾玛亚变身为猫头鹰女，格瑞变身为飞壁侠，耶！康诺变身为猫小子，下！睡衣小英雄，来做音响机。关系呢？没人可以像我一样驾驶的这么好，你们有本事来抓我呀！不用担心，伙伴们，就算我闭着眼睛也可以战胜那些忍者们。音响机涡轮增压，我会用猫头鹰光波照得他们眼花，然后掉下去。小心，猫头鹰女，夜幕忍者总会想出一些非常狡猾的诡计，但他根本没办法对抗像我一样了不起的飞鸟。第77次空中演习开始。这什么？准备释放黏黏抓捕器。猫头鹰女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哪儿都去不了了。我们让这只笨鸟和它的伙伴们来一次颠簸的旅行，怎么样啊？还真是一箭毒辣。停下！你在说什么？我可怜的朋友，你说的是落下？那么好吧，现在收回黏黏抓捕器。这下又多了一架失灵的飞机，再来几架，我就会成为唯一的，也是最棒的空中飞行者。我比你飞得更好，你这笨鸟。他说他要成为唯一的空中飞行者是什么意思？或许他的意思是他要偷走空中表演用的热气球，还有城市里一切可以飞的东西。猫头鹰女，追上他。但是我的音响机坏掉了。
掉了。可是你不需要音响机，也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行者。我不是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是说他飞得太好了，而我却没有他飞得那么好。什么？你是个了不起的飞行者，他用黏黏抓捕器来毁掉你的音响机，并不是你的错。是啊，我们会帮你的，先把你的音响机弄回总部，然后我们再去一趟博物馆。哇哦！嘿，这并没有那么困难，真幸运我还记得博物馆里的这架旧飞机，很酷吧？你做得非常棒，你一定会抓住夜幕忍者的。但你是我们之中的飞行专家，我们要听你的指挥。我的指挥？但是，他们在那里，他们想用黏黏抓捕器带走热气球。好了，猫头鹰女，我们该怎么飞去阻止他们？告诉我们怎么做。我们不能让夜幕忍者拿走一切可以飞的东西。我，好了，不用担心，我们来试试。上哪是一小英雄？什么？停下！不知道怎么点。我见过最有趣的事了，我们就先走一步了，你们慢慢飞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需要你出现指导我们。我很抱歉，夜幕忍者和忍者们飞得太好了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他们转的圈？他们没你飞得好。我们飞的就更不用说了，你得来帮帮我们。你可以做到的，可以的。好吧，千里眼。他们从博物馆里带走了火箭的模型，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，所以计划是什么？或许我们可以，不管用。没关系，我们在路上想办法。猫小子来拯救你们喽！猫小子，快让他停下来！跟丢了，他真是太棒了，又是旋转又是俯冲，他有所有的技巧，我比不过他。等等，你要去哪里？回总部去，没有我你们做得更好。不会的，我们需要你。我们知道你是最好的飞行者，我们都相信你。很高兴有人这么想。你是唯一一个可以教我们飞行的人，如果你不教，夜幕忍者就会拿走城市所有能飞的东西。想我了，讨厌的家伙们，现在我要来带走你们的飞机了。好了，猫头鹰女，他们就是冲着我们来的，所以或许我们应该躲在总部的后面，再出其不意地抓住他们。好的，那么跟着我。他们靠近了。那架坏掉的音响机一定在他们的总部里面，当那些睡衣小英雄头昏眼花的时候，我们就把他们总部推倒，然后永远地毁掉那架音响机。猫小子，向左转。应该是向右。这真是一次了不起的飞行，谢谢。那真是不可思议，猫头鹰女，就是现在，我们去阻止夜幕忍者。你是唯一一个真正会飞的人，你刚刚已经证明了。说得对，他之前或许飞得比我好，但现在我要展示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飞行。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。想想办法，猫头鹰女，他们粘住了总部，也就是说，有了。猫小子，听我的指挥，准备加速前进。
是来看你们的总部怎么倒下的吗？有我在就不会。猫小子，保持冷静，按现在这样再跟着我。当我说下降，操纵杆使劲向前推，下降！抓住他们！一切都结束了。旋转，靠右点。去带回那些飞机，飞比侠，我们需要你的无敌力量。猫小子，跟我来，过来一点，要保持冷静。超级大力金刚手，准备好降落了吗，猫小子？是的，猫头鹰女机长。下次我会抓住你们的，讨厌的家伙们，等着瞧吧。现在快点让我离开这里，忍者们！那可真不错，猫头鹰女，你绝对是一个最最棒的飞行者。或许终于是了。伙伴们，看，能飞的东西都在这里了。现在我们有时间在天亮前把它们放回原处。睡衣小英雄，一起欢呼吧！因为在黑夜，我们拯救了世界。真的太棒了，那还不错。但是如果我再飞，我就可以翻个跟斗，然后再像这样来一个螺旋式兔子跳，就像这样。